我们去爬山。
界人潮那个距离，我比较近一点。改天先去参观吗？哇，那是不好，多少的老兵都被吃掉啊！哦，总决定都送去了，可能不行，可能要准备爬三天的哦。会不会常常跑到有正面练出来？现在练去把老兵啊，那些家铲一铲，什么都吃掉啊。谢谢。
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叶。在欣赏完影片之后，希望接下来的解说也能帮助到即将前往登山的你。在这之前，记得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也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通知哦。狮头山为苗栗县三湾乡南庄乡与新竹县峨眉乡交界处，海拔为492公尺，为台湾小百岳第29名，与南部的佛光山同为台湾两大佛教圣地。这条历史悠久的狮山古道，仅5公里的全程就有11座寺庙，其中以劝化堂和圆光寺为开山主庙。这次是从狮山古道前往登山口到达狮头山，单趟约2.3公里，来回4.7公里。从海拔162公尺到达山脚点为492公尺，高低落差为330公尺，总爬升约373公尺。狮山古道又分狮头和狮尾，这次我走的路线为狮头。狮头山登山口位在苗栗县南庄乡124县道的22公里处，入口处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拱门，新建于昭和15年，也就是1940年，也是为了庆祝日本皇族2600周年而新建的。此登山口也处于旧登山口，目前少有人会从此处出发，因为在劝化堂停车场完工后，其腹地宽广且停车位多，所以大部分的人会直接开车到停车场。而这次我选择从旧登山口出发，也是为了要重新认识山林与历史文化，有奇岩异石和日式建筑，能亲自体验古意盎然的步道是不错的选择。不过正值夏季，礁山蚊虫多，记得要做好防蚊准备哦。从停车场往上走，路边不难发现有甲虫王者、独角仙的踪迹，可以感受到这里环境保育得好，也可以感受到台湾夏季多样的生态。之后会经过紫阳门，紫阳门为普天宫的山门，为狮山历史最悠久的山门，新建于大正5年。而狮头山每一座寺庙前都会有一座山门，信众穿过山门才抵达庙的前庭，过普天宫经清虚门即到达劝化堂。劝化堂新建于明治33年，是狮头山最早的寺庙之一。原本想到堂内参拜，不过目前因疫情期间，大多数寺庙是没开放的，且当天7月29为农历7月初1，是鬼门开，有祭祀普渡的活动，堂外搭着帐篷也无法一窥劝化堂的真面目，只好继续前行。之后通过道德门后有左右岔路，左边是会先通往舍利洞、开善寺、凌云洞和观日亭，之后会再接上狮山大壁。而这次我选择右边直上通往狮山大壁，然后到达望月亭。望月亭为狮山古道的制高点，于民国50年（1961年）改建过。旁边立有一块界石，是新竹县与苗栗县的界址。而在这里有条不起眼的小岔路，往上坡走则是通往狮头山三角点的步道。这里步道未经铺设过，为一般礁山常见的地形，宫顶路段较少有游客走于此，所以杂草较多，也因为正值夏季蚊虫多，所以记得要做好防虫准备。从望月亭出发则约不到700公尺就可以抵达三角点哦。这里设有一座中央气象的监测站及通讯的中继站，不过腹地小和周遭树木草丛较高，所以展望不佳，再加上天气炎热，在这里待了一会就准备下山回程。这是我第一次带我们家彩彩贝卡一起拍摄无声登山影片，也是他第二次陪我爬山，因为他容易晕车，所以较少带他出远门运动，再加上天气闷热，后半段的路可以感受到他的脚程开始变慢，都需要适时的给水补充水分，避免中暑。贝卡这次整体的表现很棒，因为拍摄第三人称的影片，我必须来回的走动架设脚架或取回脚架，而贝卡只要我一声口令就会在原地乖乖等我哦。贝卡来，自行开车前往 Google 地图可定位
狮头山牌楼登山步道，由头份交流道下后，往苗栗县南庄乡124县道的22公里处，在快抵达登山口时，右手边有少量的停车位，或是可以直接开到劝化堂停车场，假日的话会比较有停车位哦。搭乘大众交通工具，可于台铁竹南站、竹南东站、头份总站、南庄站搭乘苗栗客运5805号台湾好行南庄线至狮头山站下车，再步行至福天宫。饮食的话比较要留意夏季炎热，需要多补充水分，不过在福天宫前有福利社，可在此购买零食和水。另外再过紫阳门后，也是在福天宫旁设有素食餐厅，餐厅内饭菜皆为免费供应，不过来此的香客还是可以自由捐赠香油钱尽一份心力。那目前因为防疫期间，所以餐厅会准备便当，以外带的方式提供餐点。那这次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说出你的感想，或是分享自己的经验，也欢迎干爹干妈支持赞助制录我的影片，让我继续拍出更多美好的画面。我是阿叶，那我们下次山上见，拜拜。花一个小时，终于到劝化堂停车场了。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一，办那个法会，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劝化堂的正门。这步已经走一半了。快不行了，赶快！应该有人，我们可能还没好。这条是往狮头山小百岳的步道，比较少人走。